是的，等到演出后，我经常会尽情地嗨上一把。不过是高中的时候，大家趣味相投，对音乐充满着激情，而各自的水平也差不多。那时我们15岁，之前我也就认识了 Dope， 他年纪比我们稍大一些，已经有18岁了。He was 18. Wicked with the lyrics in a minute, you're diminished. I had people say back in the day he wasn't like this. Is he stuck in a cycle of drugs, sex, and violence? 当有人问我们以求证实，我总是会说是的。这不是出于傲慢，而是完全可预期的未来。因为你满心期望着攀上高峰。如果我们的视频没有得到回应，我们也不会坐在这里。为了成功，大家都是竭尽全力。我称之为 Space 嘻哈，因为它普遍适用。我的意思是，音乐存在着很多的形式，你总是可以从中找出一些来发挥创造力，进行自己的创作。我认为我们所做的是集合性的嘻哈，我们从英国嘻哈、美洲、欧洲嘻哈都有吸收一些元素，这样一来，我们的音乐就具备了自己的特色。你已经不能够将其限制在特定的风格框架中了。我们有创作 trap 嘻哈、old school 嘻哈，同时还有欧洲风格的电子乐元素。因此，这也让我们的音乐可以不受任何边界的限制，适用于各种形式。这就像是超级英雄团队，大家都有自己喜爱的超级英雄。因此，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不能够对团队中的每个人进行一一描述。我们是一个集体，当开始表演的时候，每个人又能够展现出自己的特色，并不会同化，但是我们仍然还是一体的。这就是大家的工作方式。我们两个都会做，可以说一半的时间是我来，另一半的时间他来。当确定好创作的大方向之后，开始进行编曲和写词。总的来说，就是团队之间的不断合作，同时也与不同的制作人合作。我们会告诉他们自己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工作，而有时他们会给出比现在更好的形式的建议。These dudes wanna copy my Duke of Scoppy, but you rude and sloppy, so I'll chew your mommy, 'cause she's nude and funny and lovely, jevly. Is that good enough for y'all?